看完能忍住不笑，我把女朋友送给你。盘点那些意想不到的爆笑瞬间。破纪录！破纪录！不论平时穿得多普通，见女朋友一定要好好打扮自己。哦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洗澡了。怎么？怎么了？和我聊会天让你不干净了吗？什么鬼？因为我觉得也不太讲卫生啊，你经常说洗澡，但我从来也没见过。老公，我回来啦。你干嘛去了？跟志玲去逛街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叫你不要跟他来往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？好歹人家也是你前女友。你别跟我提他，提他我就来气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，每过节日我都给他准备礼物。我对他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他为啥要跟我分手。是我劝的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整个的场，嘿，把星星都敲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。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假，学的你其实很可爱。搞啥子？喊他吃饭，喊他几声，他都不答应。我都睡着我了吗？你搞啥子？真的是你！哎呀！哎，你白天你也在屋头我吗？你醒来哦！你白天你在楼上我啊！你不要一天拍我，要不得。妈喊你去打个广告哟，喊了半天了，你听不到吗你？走。三角形有多少度呢？嗯，不知道。没有度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学过。不知道，老师上学没教过我。三角形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90。90度。45。你认为第几个最好笑呢？在评论区里说出来吧。笑了就点个关注呗。